这里有几组一模一样的球，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组有多少个球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每一组都有十二个球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看，如果把十二看成是几个相同的数的和，那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？例如，我们先看第一种。 先看这一组十二，这里是一组三，两组三，三组三，四组三。我用颜色来标记分组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把十二看成是四组三，或者说十二等于四乘以三。如果有一 二三四四个组，每组有一二三三个物体，那么总数也就是十二。但是这个不是唯一可以得到十二的方法，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三组四，一组四，两组四，三组四。那么我们可以把十二看成是三组四。 或者也可以说是三乘以四，也会等于十二。所以，无论我们是算四乘以三，或者是三乘以四，都会得到十二。四组三是十二，三组四也是十二。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尝试，十二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两组六。 我们看这里，这里是一组六，两组六。同样的，这个也可以看成是二乘以六，二乘以六也等于十二。那么六组二会等于什么呢？我们还是可以来画一下，六组二。 一组二，两组二，三组二，四组二，五组二，六组二，所以这些都是十二不同的表示方法，都会得到十二。我们可以写成六乘以二，六组二，六乘以二是等于十二。 我们还可以再试不同的方法。十二也可以看成是一组十二。我们还是来画一下，一组十二，我把这里的全部看成是一组十二，所以我可以说一乘以十二是等于十二。这里有一组完整的十二。 一乘以十二是等于十二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我们还可以把十二看成是十二组一。这里是一组一，两组一，三组一，四组一，五组一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。 十二，12, 好，一共是十二组一，每组是一，也会等于十二。